世尊，我夫以此闻讯闻修金刚三昧，无作妙力，欲助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哭，令诸众生于我身心怀十四种无畏功德。世尊，我又以这种的闻讯闻修，这个反闻闻自性这种的功夫来熏修，得到这种金刚的三昧无作妙力啊，这种啊不需要用心意识啊去想去得到这种无作的妙力，与十方三世，与这个十方啊和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啊，六道一切众生，这个六道啊，天道人道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，这六道的众生同悲仰过，同有这种啊悲仰的佛法的这种的心呢、啊，令诸众生，使令一切的众生啊，于我身心，在我这个身心呢，所见到我这个身心呢，怀十四种无畏，得到十四种的无畏功德，十四种的无畏功德，在下边会讲的。一者有我不似观音，一观观者，令彼十方菩萨苦恼众生，观其音声，即得解脱。这个是第一个无畏。还有十四种无畏，第一个无畏，一者有我不自观音，一观观者，第一的无畏啊，就以我这个不自观音，不是自己观自己的印象，一观观者，去啊观这个世界上我所观的这个人。令彼十方苦恼众生，因为我现在啊修这个反闻闻自性的功夫成就了，所以呀、啊、不需要自己呀、啊、观自己了，要去呀、啊、观这个世间一切的众生了。令彼十方苦恼众生，受苦恼的这一切众生，观其音声，我观呢这苦恼的众生的音声，即得解脱，就得到解脱了。二者知见炫福，令诸众生摄入大火，火不能烧。第二的就是这个知见炫福，这知见呢都回来了，都是回光返照炫福，令诸众生啊，令一切众生摄入大火，火不能烧，火呀不能烧它，不能烧这个众生。这个众生啊，如果他要是能念观音菩萨的名，或者能啊他能修行，这他摄入大火，假设他要到大火里面，火也不能烧他。三者观听炫福，令诸众生大水所漂，水不能溺。三者呀，这观听、观看和这个听和炫福，对吧？反闻闻自性啊，令这一切的众生大随所飘，
由这个大水所漂啊，水不能溺，水呀不能淹死它。啊，有的人说，那我就试一试观音菩萨灵不灵，我呀自己用火把我自己呀，是用一些个木头啊点起火来，我自己坐到这个木头上看看能不能烧，那一定烧的。那么说一定烧，为什么观音菩萨要摄入大火，火不能烧呢？那我现在摄入大火了，火怎么又会烧呢？因为他观音菩萨这个摄是个假摄，假摄是你无意中啊遇到这个大火，而火就不会烧你。不是说你试验你故意啊放火烧身，那你自己愿意烧，观音菩萨管你这么多事干什么？所以你说观音菩萨说念观音菩萨大水所漂，那么水不能溺，我也跳到海里去啊试一试能不能淹死，那也一定淹死的。为什么呢？观音菩萨你在无意中啊遇到难苦难呢，他救你，你在有心来试验他，他就不管你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根本就不相信观音菩萨，你要相信观音菩萨就不需要试验，你等到试验出来才相信呢，那根本你就没有信心。所以啊这个我还希望啊你不需要试验，这是一个最好的安全办法。自者断灭妄想，心无杀害，令诸众生入诸鬼国，鬼不能害。四者，第四者呀，断灭你的妄想，你心无杀害，你心里呀也没有杀害了，你能念观世音菩萨令诸众生，指令啊这一切的众生啊入诸鬼国，鬼不能害。这个一切众生啊到那个罗刹鬼国里去，鬼也不能伤害。五者，熏闻曾闻，六根消除，通于生平，能令众生临当被害，道断断坏，使其兵戈犹如隔水，一入吹光，性无摇动。第五种的无畏啊，是俊文成文，这个修行这个反文文自性这种的功夫啊成就了，这种啊文性成就，六根消除，六根呢、啊、也都这个六劫也是消融了，没有了。同于生听啊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六根呢、啊，可以互相为用了，能令众生临当被害。这时候啊，使令一切众生临当被害，刀断断坏啊。比如有人呢拿刀斩你的头，一斩头啊这个刀就自己一段一段坏了，使其兵戈，使啊他所用的这个刀啊和戈矛啊犹如隔水啊，好像啊隔到你这个脖子上啊，就像隔到水里一样，隔过去又没有了。一入吹光啊，也就好像吹着光似的，你吹来吹去啊，也没那光不会摇动的，啊，性无也摇动。六者闻讯精明，明辨法界。
塞诸幽暗，性不能全，能令众生要叉罗叉九盘叉鬼，即毗舍遮覆耽罗等，随尽其旁，目不离时。六者，第六种啊，这无畏，就是这个闻熏的功夫成就了。而有一种呢，精明，这明辨法界，这种明啊的力量周遍法界，在诸幽暗。那么既然周遍法界都是光明啊，可是这个幽暗的地方啊，性不能全，它就这个幽暗就没有了，幽暗就不完全了。能令众生啊，能使令这个众生要刹罗刹，要刹就是一种男鬼，罗刹是一种女鬼。这要刹罗刹鬼呀、啊，都很厉害，罗刹鬼呀、啊，专门呢和药叉鬼专门吃人的，吃什么的人呢？吃那个死人，这死人的尸首啊，它能有一种的咒力啊，你不怕这个尸体这臭了呢？他一念这个咒啊，这个身体也就不会臭了，他就吃这个人的肉，这罗刹和药叉鬼。九盘茶鬼，九盘茶啊，也是一种鬼的这个名字，它是一种鬼王。翻译到中文呢，就叫翁形，它那个形象啊，就好像一个大缸似的，一个翁似的，或者像一个坛子。那行，这种鬼专门做什么呢？他的工作专门做艳媚，是一种艳媚鬼。怎么叫艳呢？怎么叫艳媚呢？譬如一人呢睡着了，睡着了就见着或者见着一个什么古怪的形象，令你呀、啊、心里明白，但是身不能动弹。在中文的徐话呢，就叫被掩住了，掩住了就是艳媚，这个艳媚鬼、啊、就做这种的工作。有的呢，有的时候他艳媚时间久了，也可以令你这个人死。这就要这个人呢阳气不足了，阳阴盛阳衰，阳气衰弱，他可以艳媚你时间一久了就死了，这叫艳媚鬼。这种艳媚鬼呀、啊，他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这种艳媚鬼，毗舍舍、毗舍遮，这个九盘茶，和毗舍遮、富丹罗这三个名字，在楞严咒上都有的。这个毗舍遮，毗舍遮这个鬼呀、啊，专门呢吃这个精气，吃这个人呢和一切众生啊这个精气，也吃这个五谷的精气。这个鬼，富丹罗呢，
就是叫毒热病的鬼，他就令人有一种病啊，就发热发烧，这是富丹挪这种鬼。你看你要是啊或者修这个反观文字性的功夫，或者念观音菩萨啊，令这些个鬼啊随能随尽其旁啊，虽然他就在你旁边目不能视，他呀眼睛看不见你的。因为啊这鬼怕什么呢？鬼就怕火光，鬼就怕光。你要是修这种的功夫啊，身上都有一种光，有一种光啊，这鬼他就看不见你啊。好像俺们人间也有一种的这个小鸟啊，这种小鸟啊，在中文就叫它叫叫它叫这个猫头，它头啊长得好像猫的那个样子，叫猫头鹰。这种的巧鸟啊，白天它不出来的，它是晚间出来的。晚间呢它可以周围飞呀、啊、各种它能看得见，白天呢它就看不见东西。这是啊一种小鸟，因为白天它一见着光啊它就看不见东西。还有一种啊叫燕蝙蝠，蝙蝠。这种蝙蝠啊据说是老鼠变化的，是这个 mouse 变化的。它也是白天呢不飞出来，晚间呢它在各处飞了。晚间它出来，为什么呢？白天它看不见东西，晚间它才能看得见。所以天地间呢，这万事万物啊，各从其类。啊，这鬼呀、啊、也是这样的。鬼因为它是一股阴气，所以呀、啊，你要有阳光，它就看不见的；你有阴气呀、啊，它就可以找到你。七者，阴性元宵，观听繁弱，一诸尘网，能令众生谨记枷锁所不能着。第七者呀，这个阴性元宵，阴也没有了，连那个阴性都消了，观听繁弱，这观和听啊都会都反观诸己了。离诸尘网，离开这一切的六尘呢、啊、和这妄想，能令众生，能使令众生谨记枷锁，受这个监狱的，在这个监狱里呀、啊，枷就是在脖子上戴的，锁就是一个脚镣子，在脚上一个锁链子，锁不能着。你要能念观音菩萨啊，他这个枷锁就自己开了。那么这种情形呢、啊、有很多人呢有这个经验啊，这不是空空就这么说的。那么人家有诚心念观音菩萨的时候啊，就有这种感觉。以前有这么一个人呢，他犯罪了，被人捉去放到监狱里，放到监狱里呀、啊，他们有七八个人，这个人呢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。他怎么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呢？因为当时啊他认识一个和尚，他就求这个和尚啊救他。这个和尚说啊，你如果像我救你呀、啊、你就一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你就会啊离开这个灾难。这个人呢
就念观音菩萨，念了三天三日三夜的时候，自己这个脖子上的枷也自己开了，脚上的锁链子也开了，开了，这就他可以走啊，但是他不走，他说啊，我一个人走有什么意思，这还有七八个人呢，他就叫这七八个人也都一起念观音菩萨。那么念了一天，又念了也一天，这七八个人的这个枷和锁也都自己开了，然后一起就都走到家去了。那么由此就专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令这一个乡村里头啊，所有的人也都念观音菩萨。八者灭因，原文变生慈力，能令众生经过险路，贼不能劫。这个第八者呀，这个灭因原文，这个把这个这种的世俗的因呢也灭了，反闻闻自性这个因呢也没到这个原文上。原文呢就是不用心来闻，而能闻一切因，变生慈力。在这个时候啊，普遍生出一种慈悲的力量啊，能令众生，使令的众生啊，经过险路，经过最危险的道路，贼不能劫，这个土匪呀、啊、不能打劫他。求者讯闻离尘，才所不及，能令一切多欲众生远离贪欲。第九种味，这是离一种贪欲味。讯闻离尘，这个讯闻呢就是修行这个梵文文字性这种功夫，天天日日都要啊去用这种功夫。那么这种功夫修成了，讯闻离尘，把这一切的前尘的境界都离开了，塞所不及，离开什么前尘的这种境界呢？就离开这个塞尘的境界。这个塞尘呢所不能及，俺们人呢不要以为啊有了这个没啥呀，这是一种好事情。这个很没啥呀，你爱这个没啥，这个没啥就劫夺你的家里的财宝啊，把你固有的这种最有价值的宝贵的东西啊都被这个没啥给劫持去了。你要能离这个塞尘呢，就眼观生塞内无有，耳听尘世心不知。你看见有若无心自然，你见着什么没彩，你见着了心里呀、啊、就动了心了。在你没见的时候你怎么不动心呢？你见着这个没彩一动心了，这就被这个塞尘所转了。那么你呢远离这个塞尘了，所以就是塞所不解，这个塞呀它就不能来抢夺你家里的财宝了。能令一切多引众生，能令啊，这是观世音菩萨，他能令一切多引的众生啊
啊，远离贪欲，远离开这个贪欲，在《妙法莲华经》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上说，是吧？要人多欲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欲。那也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呀，多欲，什么欲呢？就是这种眼欲心。人生啊，最大的问题，最不能啊。解决的问题，也就是这种眼欲啊，也就是男女的问题。你要能把男女的问题啊看得破了，看得破，放得下啊，那就是啊，真正得到解脱了。你看不破，放不下，所以呀，你也就不能啊。得到解脱，也不能开悟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头先在吃饭的时候给你们讲，你呀用的功夫用到了，吃饭也不知道吃饭了，穿衣服也不知道穿衣服了。那么吃饭穿衣服都忘了，那么身外之物。更有什么可忘不了的呢？啊，所以说，连你的女朋友也忘了啊！你要是啊，男人就把你女朋友忘了，女人就把你男朋友忘了吗？啊，不是说单单男人忘女朋友，女人也忘了男朋友，这互相啊，把这种境界打破了。那你的功夫才有办法，何况啊，又挂着姊妹兄弟啊，又是啊哥哥弟弟呀、啊，姐姐妹妹的，这一套啰啰巴嗦的，啊，又有仔又有女的放不下，你来学佛法要把一切都放下，在这学佛法的期间，什么也不管了。要一个怎么样的呢？就像啊，这个人呢，重新做人，啊，重新做一个人，把以前的事情都忘了。这样子啊，你这个佛法呀，这个法水呀，才能啊，灌溉到你这个菩提心里头去。你如果这个也放不下，那个也放不下，那个法水呀。就没有法子啊，来滋润你的菩提心。所以呀、啊，这才所不觉，你能啊常念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在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你这个眼欲心呢也就会没有了。修道的人呢，最要紧的就要把这个眼欲心修断了。你要如果断不了眼欲，那是不会出三界的，啊，不是啊，说是啊，我又想要开悟嘛，我又离不了啊，这世间一切的这个境界，那你离不了世间境界，你也不能去成佛去，啊。这个两啊，两者不可得兼，好像啊，那个孟子上说，鱼与熊掌不可得兼。那个鱼啊，是我愿意吃的东西，熊掌也是他愿意吃的东西，这两种啊，不能说同时一口吃两种东西，一定要吃一种。啊，你这个世间呢，所谓世间这个乐。和出世的乐也是不能啊，同时都被你得了，啊，你又要去成佛，你又离不了这个世间上啊，财产名食睡，那你呀，没有法子可以成就的。逝者春饮无尘，根茎圆盈。无对所对，
能令一切怨恨众生离诸嗔恚。这第十种的无畏啊，就是纯言无尘，在这个梵文文字性呢，这种音也纯了，音纯呢，也就是没有音，没有这个音也空了，这个尘也没有了，这个前尘没有了，没有前尘了，那么根净圆融。这个六根和这个六尘的境界都互相拥通了，你这个世界上的事情，无论任何事情都是你要会用的，它就坏的东西也会变好了，你要不会用的，好的东西也变坏了。这个六根六尘本来都是啊，在前边说你堕落都是因为六根，这个六根就是六贼，你十方诸佛同声都说，说告诉恶难，说令你堕落的也是六根，令你成佛的呢也是六根，没有旁的东西。这所以呀，你往好了用它就可以帮助你，你要往不好不会用呢，它就可以破坏你。和这个俺们有钱一样，俺们有钱，在有钱的时候要是知道做功德，做种种的好事啊，利益众生，这个钱呢就没有用到啊那个坏的地方。你要是有钱啊，有钱又去赌钱，又吸鸦片烟，又啊扎这个海洛因，又做种种的那坏事啊，你这就因为你有钱呢，所以就造了罪，造了罪，所以呢一样的道理。那么你在这个纯因无尘了，根净也互相圆融了，无对所对，也没有啊一个敌对的和所对的这种境界，无对就没有，没有两种的，都变成一个了，根也就是尘，尘也就是根，根尘没有分别了，这时候啊打成一片，这叫打成一片啊，练成一团，打成一片，合而为一，根尘呢就不分啊。那么因为这个没有根没有尘，所以但是也根也就是尘，尘也就是根，在这个境界上啊，在这个境界也没有一个能对，也没有个所对了，没有这个六根对着六尘呢这种的对待啊，能令一切愤恨众生，能令这个一切的愤恨众生啊离诸嗔恚，令这一切的众生啊有愤恨心的啊，脾气很大的，很脾气很有大脾气的，火气很大的这个众生都没有了。这个嗔啊，嗔恚就是一种发脾气啊，就也就是烦恼。在《法华经》上说，绕人多嗔啊，多这个嗔恨心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变得离尘。这个主要的地方要在一个常念，要常常念，不是
今天念，明天不念，早前念，晚间不念，不是啊，啊，这个月念，那个月不念，要天天都念，这才叫一个常念。恭敬又要恭敬啊，要生出一种恭敬心的，不是说啊，我念是念呢，但是我对于佛啊，对菩萨我也不相信啊，不相信这个啊，心里有一种怀疑，说啊，这也不知道这个是会不会有这个功效呢，有没有这么个力量呢，总有一种怀疑，那就啊不会有成就的。所以呀、啊，只要生出一种信心，还要常念，要恭敬。你要能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你就会没有脾气了，也没有那么大火气了，也没有那么大的烦恼了，就会远离了，离诸尘秽。知一者，消尘炫明，法界身心犹如琉璃，廊彻无碍，能令一切昏沌性障，诸恶颠加永离此岸。第十一者的无畏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消尘炫明。这个尘呢，六根六尘这个境界，既然消了，也是炫明啊，反文文自性啊，那么现出一种光明来。法界身心呢，这时候啊，身心也就是法界，法界也就是身心，身心和法界合成一个了啊！你看你的身，你的心，变法界处，这是个什么呢？啊，这要是不是佛，能有这个境界吗？所以啊，观音菩萨他就身心和法界都合成一个了，犹如琉璃呀、啊。他们就好像啊，这个琉璃一样的，廊彻无碍啊，啊，里边也看到外边，外边也看到里边，也无内也无外，也无大也无小，啊，就是啊，好像我见着灵岩山那个和尚啊，他自己叫大修。大修怎么样叫大修呢？哈，他真是啊，是个大修，不是个小修啊。怎么大修呢？他自己给自己呀、啊、造了一个，用石头造了一个观，这叫观。观呢，就是坐着的。你一般人死躺到棺材里头，这叫棺材呀。看出家人呢要做官啊，做观。这个观呢，他用石头啊，就在那个山上啊，在石头上那个石头岩上啊，就造这么一个观啊，造的恰恰他能坐在这个地方，又用石头造成的门，门的旁边呢又造了一副对联。这个对联呢所说的什么呢？就说无大无小，无内外，也没有大也没有小，也没有内也没有外，自修自了，自安排啊，他自己修，自己修行，自己了道了，自己安排他身后事，自己呀给他自己做观。你说怎么样啊？嘿，他把这个观做好了，然后就结上双袈裟坐，坐到这观里头，就圆寂了，就入涅槃了。
啊，自己又把这个门也关好了，自己就在那入涅槃了。所以呀，这种境界只是啊，不可思议的境界。你看，他做好了，自己给预，自己把一切都预备好了，这叫大，他名字叫大修，就是那个休息的休，休息。休息就是这个 rest 啊，他这一个休息呀，再就什么都不做了，这所以叫大休啊。你看这个人多解脱，这我在苏州灵云山我见过这个人啊，自己修行，自己给自己。把一切的事情都预备好了，啊，也不麻烦人。那么这个样子呢，就叫无大无小，无内外，自修自了，自安排。这样，朗彻无碍。他这种啊境界，好像啊琉璃筒一样啊，里外都是。透体玲珑的，透体玲珑，玲珑啊，就是看着里边也看见外边了，外边也看见里边了，这叫玲珑。啊，能令一切昏沌性障恶颠加，诸恶颠加永离迟啊。这种的法身和法界，身心和法界的合成一起，在这无形中啊，就能令一切的这昏沌，昏呢就是很愚痴，沌呢啊就是很慢。什么叫沌呢？好像那个刀子。拿那个刀子啊，切东西，切也切不断，这叫这个刀啊，叫钝，一切就断了。这个刀啊叫利。那么现在这个这形容这个人呢，也像那个刀子似的，切不断东西，切不断东西，这就表示什么呢？表示他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呀，看什么境界也看得不透彻啊。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这样子，所以这性障，这种啊愚痴的性啊，障住他没有智慧。可是啊，这个观音菩萨就能啊令他离开这一切的诸障，诸恶颠加。什么叫恶颠加呢？恶颠加又是一种梵语。翻到中文呢，就叫无善心，就没有善的心啊！你叫他做一点好事，他才不肯啊！他拿着一个铜板，拿着这一个仙子，用手扎，用手抓，抓的猛，用力抓，用力抓，抓的这个铜啊，都变成铜水了。这个仙丝都出水了，他也不舍得用它，啊，舍不得用。你叫他去啊，做一点善事，说利益一点人呢，哎，这太愚痴了。我有钱，我用呢，这要我自己用嘛，我怎么会帮助人呢？啊，不帮助人，这就是啊，一种的愚痴的执照。可是观音菩萨就能令这一类的众生啊，昏沌性障、诸恶颠加，这一切的没有善心的人，远离痴暗啊，离开呀、啊，他这个愚痴和他这个黑暗的境界，因为他不帮助人呢，这就是自己自性没有光明，这就是最愚痴的一种。
前面所说这个淫欲，这就是个贪啊，嗔恚就是个嗔，这一段文呢就说的这个痴，这三段文呢就是说的这个贪嗔痴。在法华经上又说是啊，要人多痴，假设要有人呢多愚痴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别离开呀他这个愚痴。以前呢有这么一个很有钱的，他最欢喜钱，也最爱这个钱，也最舍不得这个钱。那么他生了三个儿子，大儿子就叫金子，第二个儿子就叫银子，第三个儿子他怕他这个儿子做好事不做坏事，那么就给他起名啊，叫个孽障，业障。这个业障啊，是个最小的，大的叫金子，第二个叫银子。等到他死的时候，要死了，就叫这个大儿子到身边，说我现在要死了，你可不可以陪着我去死呢？金子说你发癫呢，我怎么会陪着你去死去呢？啊，你平时最爱我，怎么你要死了你想害我呢？啊，这个金子不肯跟着他去。啊，他自己想，这个大儿子不跟着去，和第二个儿子商量商量了，也叫这个银子来说，你哥哥不同我去死，你可以同我去死吗？你平时都很孝顺的。第二儿子说，哦，你死你自己去死了吗？我虽然是你的儿子，但死我不能跟着你去的。啊，你真是病糊涂了，叫我这么年纪轻，怎么可以跟着你这么一个老人呢一起死呢？啊，金子也不跟着去，银子也不跟着去，和第三个和这个小儿子讲了，说是孽障，你平时很不听话的，所以啊我对你也不怎么样子爱惜，可是现在我要死了，你大哥也不愿意跟着我去死，这个金子，你二哥银子也不肯跟着我去死，你可以考虑一下可不可以跟着我去死呢？这个孽障说，这个不必考虑，我可以跟着你去死去啊，因为他们两个，你以为金子银子是最好的，他不肯跟着你去，现在已试验出来了吧？啊，你死的时候他们不肯跟着你去的，啊，我虽然是个孽障啊，但是我和你呀，你生我就陪着你生，你死了我陪着你去死，啊，你看倒是谁孝顺呢？啊，所以这是吧？万般讲不去，金子银子不肯跟着去，只有业随身，只有这个业障跟着自己去死去。啊，这个人一想啊，这一生留着这么多金子银子给这个金大儿子和第二个儿子啊，他们享受，现在自己要去死去了。啊，非常后悔，知道这样子我在生的时候我造个庙，或者造个道场，
这有多好！现在等要死了也来不及了，后悔已经迟了啊！所以呀、啊，咱们人呢，不要小着这个人这样子。所以呀、啊，在如果要有力量的，就应该做好事。十二德，用心不闻不动道场，摄入世间，不坏世间，能辨是方，供养微尘，诸佛如来，个个脱边，为法王子。能令法界五子众生欲求难者，诞生福德智慧之难。第十二种位，雍行符文。把这个形体也融化了，符文到这个文性上不动道场，就在这个不动道场，就在啊本有的道场，摄入世间，不动道场啊，譬如。观世音菩萨在这个佛教讲堂这个道场，虽然他在此地，而能摄入世间。这个世间任何地方啊，他在这个地方还没有动，但是啊，什么地方他都有他的化身，不坏世界，令这个世界呀，也不会破坏这个世界。能辨十方，他以呀、啊，他这个法身呢，可以到遍满十方去，供养微尘，做什么呢？到十方世界去做佛事，供养啊微尘诸佛如来，供养那么多的佛，各个佛边呢，在每一尊佛的旁边为法王子，他都做这观世音菩萨。做这个法王之子，能令法界五子众生，能令所有的这个世界没有儿子的这个众生，欲求男者，想要得一个男孩子的这样子的众生，诞生福德智慧之难，他。向他求儿子，就会呀、啊、诞生福德，又有福是又有德，又有智慧的这个男孩子，这个儿子，十三者，六根圆通，明照无二。和十方界力大圆经，空如来藏，承顺十方微尘如来，秘密法门，受领五识，能令法界五子众生。欲求女者诞生端正福德柔顺，众人爱敬有相之女。第十三种的五位啊，就是求女得女的五位，六根圆通，六根呢，眼耳鼻舌身意。互相啊，圆通外来，明照无二，它的光明啊，而照临呢，没有两个了，都合二为一了。这六根呢，互用，
那么合二为一，合十方界能啊，上合十方这个世界，含十方界，立大圆镜，含用啊遍十方界啊，立一个大圆镜，好像一个大圆镜似的。空如来藏，这时候啊，就是如来藏也空了，是空如来藏。成顺十方，成顺呢，也就是供养，供养十方，微尘如来，秘密法门，微尘如来呀，这秘密法门呢，他都受领无私啊，他都啊，能接受而领了到。也没有散失，能令法界无子众生啊，能令这个法界无子的众生，欲求女者，想要求这个一个女的这个人，诞生端正，福德柔顺，诞生啊，就得生一个端正，端正啊，相貌啊，端正。福德又有福又有德，又柔顺，那柔啊，这个女就很柔和的，还能啊顺从人意，众人爱敬，众人呢一看这个女都会爱恭敬，有相之女，有相呢就是生得很相貌很圆满的。十四者，十三千大千世间，白衣日月，现住世间，诸法王子，约六十二方和沙数，修法吹幡，教化众生，随顺众生，方便智慧各个不同。第十四种的无畏是三千大千世界，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上，百亿日月，有百亿日月现住世间，现在在这个世间所住的诸法王子，一切的法王子，有六十二恒河沙数，有是六十二啊，恒河沙数这么多，修法吹幡呢，这是啊，修行，习学这个佛法，吹幡，给啊其他人呢做一个模范，教化众生，教化这所有的一切众生，随顺众生。那么随顺呢，这一切众生的这种愿望，方便智慧，这种方便的权巧智慧，各个不同。每一个人呢，这个他的智慧不同。由我所得圆通本根，密妙而门，然后身心微妙含容，周边法界，能令众生持我名号，与彼共持六十二恒河沙诸佛法王子，二人福德正等无异。由我所得，由我观世音呢菩萨所得的这种圆通本根，这种耳根的圆通本根，发妙耳门，发出来啊微妙发显呢，这个微妙的这个耳门的圆通，然后身心，然后啊我的身心微妙含容啊，这种微妙含容啊，十方法界周遍法界，能令众生，能使令众生持我名号，
他念我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名的，与彼共持，与啊另外一个人共持啊62恒河沙，诸法王子，那么二人福德正等无异。这两个人呢，一个人是单单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字，一个人呢就念62恒河沙菩萨这么多的菩萨的名字。这两个人的福报啊是正等无异，它是一个样的。你念也就单念一个观世音菩萨，也就有念62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菩萨的名字，那个功德那么大。这足见呢，观世音菩萨这个他的功德呀是特别殊胜的。所以你就念他一个菩萨的名字，就有念62恒河沙菩萨名字那么多的功德。世尊，我一名号与彼众多名号无异，由我修习得真圆通。世尊，我一个名号，我观世音菩萨就一个观世音菩萨名号，与彼众多名号，与啊彼就是62恒河沙诸菩萨法王子的名号无异，没有两样。我这一个名字也就和他们这么多的名字是一样的功德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一个也就有他们这么多跟这样多的菩萨名字这个功德呢？因为有我修习啊，有我修习的时候得真圆通，得这个真正的圆通，所以啊，就一个我一个菩萨的名字的功德也有62恒河沙数那么多的法王子的功德。是名14思无畏力，这个呢名字就叫有14种思无畏的力量，福备众生，来加倍啊，来帮助众生，这个有求必应，谁哪一个众生求我，我都帮助他。